你怎么来了？人家雷同志是给你还叫他雷同志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对我姐不怀好意。小辉，别乱说，懂什么呀你？我懂，小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想骗我姐。今天图书馆人多，我得去占座。你等等，要不是学校联赛马上就要开赛了，系里又这么缺人，我至于这么求着你教你打球？就是，如果你能投进去。 10个球，我告诉你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。什么信息？这条信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甚至对你的家庭也很重要。小宋，不是你，你这还没完呢？啊，还没完吗？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啊，我会兑现我的承诺，告诉你那条重要信息。 但你先发办，你知道吗？